独家我的男孩日本见面会，看一下。当年优质好戏《我的男孩》前进日本开粉 meeting 啦！张轩瑞、张广成、许光汉在见面会前合体接受访问，聊到拍摄最开心的收获，他们是这样说的：其实我觉得拍《我的男孩》，我收获也很多，但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最大的礼物就是认识他们，也刚好两年，然后我们的感情都一直都很好。こんにちは、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デレクです。CD 终于来到见面会这天，张轩瑞、张广成、许光汉三位男孩合体现身啦！玩个游戏居然还可以偷偷告白，这可以吗？さあ、そろそろ、そろそろ決めるか。お。刚刚，其实我输光汉的那一场，我有看到他。我发现我的面罩没有，眼罩没有戴好，所以我看得到他的影子。但是因为我爱光汉，所以我才没有出手。如果我是 Eric 的粉丝的话，那我可能会选择当他经纪人。那这样我就有机会帮他换衣服，帮他换衣服。啊，是说来到见面会，该有的福利当然也不能少。男孩们亲手送上小礼物，让粉丝超开心。辛苦的跑来支持我们，有点担心，就是日本的见面会会没有人，就看到很多人就觉得很温暖，跟很窝心。因为以前也有就是跟大家就是有见过面，其他粉丝，可是就是这一次我是特别的享受这整个。就是也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一出场看到大家就是很热情的时候，我就会整个觉得说，这是今天真的是很棒。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，所以很辛苦两位翻译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心意没有办法好好传达给大家。I love you， 真的很谢谢。I love you all。除了见面会并告白大会之外，既然来到药妆大国，当然得好好尝试一番。张广成、许光汉来到药妆店挖宝，想不到居然遇到美丽又熟悉的面孔。这是我们的乔哥哎，这个大雷，大雷，你朋友。我有点怕他，对对对，不太敢靠近。其实我更怕，对我比你更怕。没有，你是被他欺负，我是被霸凌。哎，不是因为你有做错事情，他是纯属欺负我好玩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Hello， 那个 blue top tier， 不是蓝 blue， 不是蓝色。打什么？三瓶。大家说抽我抽这种，好巧。我记得每次，因为我真的之前在最早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这么抢手。嗯，对啊，我不知道这件商品这么抢手，因为我身边的朋友，如果我去日本，他们都会叫我带这个，然后都吃了，真的对气色会，对，尤其是女生气色好像都不错。可是好多种类，这些功效都不一样哇。有六个乔哥，你喜欢他吗？先问这个问题哦。悄悄不认识，蓝色的呢，它主要功效就是美白，然后还有淡斑，就是一次可以吃两颗，然后一天吃三次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记得它是总共六颗，六颗一天，一天吃。这个就是破坏这个疲劳的那个口内炎。哦，这个我是第一次看到，所以其实这个是应该是最热销的产品。对，这是最热销的。接下来就是这款。啊，这款还有下面一边。嗯，对。这次我回去应该也会买的。嗯，大概十罐差不多吧。十罐哦。对啊，十罐够了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十罐吗？没有，你十罐了。我十罐。好，你十罐。然后你送我五罐。OK， 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所以是我付钱啊？对啊。有时候拍戏是夜店，所以你肤色看起来会很暗沉这样子，然后气色会看起来不太好，但吃这个可以立即补充。就是如果你有长期在吃的话，所以其实还蛮推荐这个。好了，采访组整理报道。